很明显的时间来不及了。师傅，我还记得不久之前你包过寿司啊。对。最后那个零散的状况，你应该还记得。来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至少要三卷。秋天就是要吃蟹，詹姆斯的红鲟料理让你不想吃也难。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哪边，你知道？除了我们里面的蟹黄之外，我又准备了多一碗的蟹黄。为什么？对，我要让它整个在里面是布满很多蟹黄的鲜味在里面。我要准备了一大碗的虾软，待会把它拌进去。还有虾软。对。当雄蟹与雌蟹正在交配的时候，如果受到惊吓，他们会 A 草草了事，做完再跑 ；B 暂时躲避，待会儿继续。难道他还真的暂时躲避，然后待会儿再跑出来再继续？而且暂时躲避就没那个 feel 啦，等下就不想继续。他想害我，他想害我。我的感觉啦，他们似乎一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，啪啪就跑掉了。陈哥在说他自己心里。我又不像有林姐，你不跑。没错，您正在收看的是《型男大主厨看谁最幸福》。是的。大家好，感谢收看，这种按时的收看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支持啊。是的，上来欢迎我们两位最资深的好朋友了啊，好不好？包群英、周佳丽，欢迎两位。我明明是那个资深名模，你是我一跟周佳丽搞在一起，我变成谐星，哎，他毁了，哎，向姐，我们欢迎资深谐星周佳丽，喂，怎么了？大神婆来逛街个，哎，哦哟，现在衣服就有讲好黑绿搭，有哎，真妙了耶，真的，好 ，Hello， 好开心又来上你们节目，两位都是资深的，是我们的台湾演艺圈艺人何其多，对不对？老中青三代啊，我们可以说说，哇，可以说人才济济啊，我们算中的了，你算还有更老的，当然，出道的早，哎，不是年纪老，是我们算中的，你啊，别这么说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天。姐，我跟你讲，你先不要急着说。怎么了？你常来，这不常来的先聊。你急什么？对不对？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，好不好？我说包子啊，是晨晨，西小布，什么事？包子为什么吃的跟包子一样？观众朋友，我告诉你，我好辛苦哦。当然辛苦。我本来身材窈窕美丽，我为了接这个通告，我在家里埋头吃了一个埋头苦吃一个月，然后为了要搭配郑国成。有一个客家人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给曾国成。我说那我要讲客家话还是讲那个台语国语？他说你要把我的客家话带给他听。他说两个师傅啊，煮菜煮得很好吃。你跟那个曾国成讲，莫说安多啊，说安多安太球安太球冲煮的哦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讲叫曾国成卖假秀车，假秀车短裤也跟他低。他叫我一定要跟你这样讲。其实人跟人之间呢，我们跟观众之间其实建立的桥梁，就靠这个节目啊，看着我们这样的成长，对不对？是。哪一个观众讲叫出来？你冷静。好了，麻烦八分钟出好赛，吴敏全师傅。这个场景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煮猪水汤口，待会呢六题。所以呢，最多如果拿了五个赞的话，不得了，大中小三个锅一起拿。哇！待会来对奖啊，待会对奖。吴秉辰师傅，吴师傅好，大家好，帅惨了，吴秉辰师傅，帅哥帅哥，帅惨了吧？帅惨。他的厨艺更是不在话下，八分钟出两道，对，不是一道，两道。菜名叫做南瓜起司春卷，这是南瓜起司春卷，对，做一个改变。再来第二道，第二道呢，我们野菇酱烧下巴。野菇酱烧下巴，对，两道菜，八分钟，计时准备。那过程交代清楚。你顺便讲了，鸣枪准备，还是跑出去的？准备好了，来开火，开火啊！不要吓他。有的部分，大汤匙。用点油哦，先煎鱼头。先煎。下巴的部分，我们先下。先煎后烧，皮要先朝下，皮先朝下，对，皮朝下。这是什么鱼的下巴？我们的鲷鱼。鲷鱼下巴？鲷鱼吗？对，
鲷鱼，所谓的我们台湾的无锅锅。一般市面上卖好像都是鲷鱼下巴。对，加盖它的整个的速度会比较快。也有鲑鱼下巴。哦。也有那个鲢鱼下巴。也有。一定要这样，这个滚刀切啊。哎，滚刀切的话。你还知道滚刀啊？知道。他又会切萝卜。这什么菇？哎，不要讲不要讲。袖珍菇。是袖珍菇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红喜菇。哦，红喜菇，红喜菇。培根的话，增加它的香度跟油脂，还有它的香味。哦，你的春卷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咸的，咸的，咸的。因为它是南瓜 cheese， 听起来好像是甜品，甜甜咸咸的。对，南瓜 cheese 春卷，南瓜提供那个甜味的。哎，对，那个 cheese 春卷里面有包什么？香葱。cheese 春卷里面呢，我们主要的食材是我们的南瓜，嗯，然后我们的培根，南瓜丁嘛，南瓜已经熟了，南瓜跟培根，对对对对对，蒸熟切丁，对，没错。哎，培根还没熟哈，嗯，培根的话，其实它是腌制品，哦，腌制品已经可以吃了，没错没错，我就已经可以吃了，我开玩笑，这是笋子啊 ，cheese 条啊，笋子。像腌笋是吧？啊，对啊，对，真的有一点像啊。好，搅拌均匀之后，蒜头的部分我们稍微拍打一下哈。蒜头是要做什么用的？哎，我等下会进来我们的一个鲷鱼里面。哎呦！哇，鱼头要整个，下巴整个一起翻哦。你太强了吧！吴师傅帅呢，真的是不得了了。来，这时候鱼下巴部分哦，香味把它煎出来，整个的皮香已经出来了。对，五类杏鲍菇进来了，还有我们的红喜菇，红喜菇进来了，野菇酱烧，酱油，酱烧。我们常看到酱烧这两个字，对，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其实就把酱油的香味把它先炒出来，香味一定要把它带出来。米酒，对，胡椒粉。你问，师傅，我还记得不久之前你包过寿司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最后那个零散的状况，你应该还记得。哎，不是这样子，我有后来有问过他，他说他本来要包散寿司的。我就觉得这是春卷啊，应该不会有散春卷吧？哎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件事。难道什么话？难道你没有看过散蜥蜴吗？哎，蛮好笑的呗，这是糖是吧？糖的部分很明显的是糖，没错，一汤匙的糖。嗯，刚才这下巴有几只？五只。哎，五只，四分钟。我的时间很赶。哎，那是葱还是蒜？蒜，葱，蒜，蒜，蒜苗，蒜，蒜苗。吃了吧。哎，哦，很明显的时间来不及，很明显，等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至少要上去。阿基师的红鲟料理，当二厨的包寸已抢沾光，接着和整成一起猜题抢锅子，就只靠直觉。鱼市场贩卖的台湾鲷大多是雄鱼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 B， 母鱼土腥味重。为什么母鱼？哦，很明显的时间来不及，很明显，赶紧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至少要三句。哎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我就跟你说，来到你们节目，每个人都变谐星，你看，很活泼哎。晨晨，你要好好主持，要不然这些师傅真的会把你干掉。我觉得，像上次那个阿基斯拿那个曼的，有没有吓你那个？那个镜头到现在都在我脑海里呢。怎么要沾那个啊？哎，这什么？增加一个香味。哎呦。搞刚哦，你知道为什么是拿着白芝麻？白芝麻，哦哦哦，为什么只沾两头啊？哎，两头的话，它整个香我们抓在这两边，那整个炸起来的颜色也会比较好看。哦，两分钟现场，讲是讲好看，因为它来不及啊。来不及是真的吗？刚刚好，刚刚好嘞。这个油温要拉高吗？对，慢慢把它拉高。因为里面毕竟还有一个生的东西叫做培根呢、啊，我认为培根完全生的其实是对，还是要熟一下。对，它培根在里面用盐腌熟效，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加热。是的，嗯，没时间。一分钟，还有最后六十秒。那这个大概要柴鱼片的部分，我现在把它放进来。柴鱼，还有柴鱼片哦。一碗柴鱼片，香哦，它来得及耶。为什么里面一定要有两种菇呢？红喜菇跟那个杏鲍菇味道不一样吗？其实它的口感不一样。
但是哦，对，那细胞菇其实在里面搭配的，好像你我多了一个那个我们的素鲍鱼。现场倒数十秒。10秒。怎么突然间变十秒了？对啊，跟他聊得很开心。这样熟了吗？有了有了，应该有了啦，完成了。好漂亮，两道菜，南瓜其实真的而已。题目准备拿奖喽，请看。来，鱼市场贩卖的台湾鲷大多是雄鱼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 ：A. 母鱼长不大 ；B. 母鱼土腥味重。猜拳，赢人决定答案。啊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先。你认为 ？B. 母鱼土腥味重。为什么母鱼土腥味重？为什么母鱼土腥味重？不是随便猜一个吗？不要再做效果了啦。因为怎么可能母鱼长不大呢？不是猜 A 啊，哎呀，我猜 A 哦。我们内部协调一下，我 A 你 B， 猜你听谁的？来，我听你的好了，听你的，好容易服从哦。第二，你猜吧，答案是，答案是 A 去。哎，我好土哦。请说明。来，台湾鲷雌鱼为了保护鱼苗而无法觅食，导致体型无法增大。降低了经济价值，这也是为什么呢？雄鱼在台湾会受到养殖渔民的喜爱，所以答案是 A。什么感觉啊？鱼也刚好脆，起码也没有焦，好脆哦。里面的那个，刚刚那个笋干呐，气死啊！笋干，什么笋干？气死啊！笋干，蛋皮啦。里面的好好吃哦，里面的鸡翅条刚好融化。我们看嘛，我不要吃杏鲍菇，不要吃太多啊。好好吃耶，真的好好吃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掌声给他鼓。谢谢，好好吃哦。我们接个赞。好，你们可以接赞。你们获得了酱油以及书。不要跟他们讲话了。我是意大利，没有啊，这是事实啊，大家再加油。好，好，那今天精彩的五星级料理秀了。耶！自古以来，蟹即是美食。而今天五星级料理秀的严选食材是红鲟。中国有中秋前后食用河蟹的传统，而传统中医认为蟹性寒，不常用姜、紫苏等食材来料理蟹。而今天两位主厨会如何来料理它嘞？五星级料理秀现在马上开始。又到了秋蟹肥美的季节了，也是啊，农历的九月、十月九元时间呢。现在是昂景 ing 的时候啊 ，ing。我们在上个月，半个月前，报纸已经看到照片了，啊，我们所谓的大闸蟹开卖了，啊，开卖了表示呢，蟹已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。是的，大部分的蟹呢，这个鲟类啊，都属野生居多，长这么大型的大概都是野生的。你看那个鸿雁那种，哇，我要吃这个。鸿雁的啊，好了，马上九元时间，今天呢吃到的，哎呦，很像是母，公的耶。母的啦，母的才是这个母的。是是是，搞不太清楚。阿吉师，阿吉师有请。是，这个是公蟹母蟹啊？这个是母的，母的哦。对，来，是不是公的是蟹膏？我要去贴一个赞。我答对了。好极了，阿吉师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红鲟昂锦，要做的菜名叫什么呢？游龙、海皇、细贵妃。贵妃指的是我。没有了，春英姐不是贵妃。那你就把你这个食材处理一下，我们要准备一下料理了，好不好？海皇当然指的是我们今天的红鲟啊。是是是，首先呢，我先用虾头，是，那么放一点点的油，熬出一点点的虾汤以后呢，那么用这个虾汤，然后加一点点蒸出来蟹汤去做一张面皮。蒸出来的蟹汤做面皮，是是是，面皮要包的是秋葵，秋葵。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虾汤呢，也把秋葵泡一下，让它里外的蟹虾的味道是一致的。啊，这是要挖黄了，这个连中间也吃了，饱满，哇，里面。好，那等一下，这边的汁啊，其实等一下待会儿呈现的时候呢，它非常的浓郁了。这个也太多了吧！哇，除了肥美不知道能说什么。夸张了。为什么还要切？你不切的话，熟成以后一大块。一大块。我们把它弄成蟹膏。
哎呦，等一下就用这个 sauce 来再回淋，回淋到我们这个秋葵还有这个虾汤的面皮当中。放在碗里可惜啊，放在我嘴里啊，其实对啊，那还是要插，还是要答对啊。放在你嘴里，对啊，就不可惜了。确定吗？那么这个倒过来扣在上面，扣在上面，真的汤汁嘞会用整个蟹斗盛装起来，我再把它回调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对面走。嘉丽姐和詹姆斯，大仔，嗯，哇，你今天的，你这边有两只啊，两只，哦，把它挖出来，挖到碗里。红鲟的菜名叫什么？多子多孙麻油饭。我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哪边，你知道？除了我们里面的蟹黄之外，我又准备了多一碗的蟹黄。为什么？对，我要让它整个在里面是布满很多蟹黄的鲜味在里面。我要准备了一大碗的虾软，待会把它拌进去。还有虾软，邓国成。你这个吃了之后哈，痛，这样中指不得了，我也不是的。接着似曾相识的螃蟹猜题，让巧巧是信心十足。我超知道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猜我把我，你要猜疑，你猜疑我就答对了。剪刀石头布，答案是 B。对，答案是 A。是什么样的螃蟹猜题让巧巧出糗，又如此不甘心嘞？还有虾软，对对对，嗯，郑国成，你这个吃了之后哈，痛，这样桌子有问题，不得了，桌子不太稳吧？我也不是的，手会痛，不会痛，因为很少看到二厨这么激动的。对啊，你干香菇、干干贝跟虾米一样，把它打成粉，然后要挥到这个饭里面去。哦，打成粉。它的所有增加它香味的应该会有的东西，这些加了基本上已经很讨喜了。嗯。再将这个红鲟它的海味、鲜味弄进去，你就知道。鲜。凡人无法挡啊。小型的龙卷风哎，你刚好看到，好可怕哦！这个就是待会我们甜味的来源。哦，香翻了！兰 K 啊，真辛苦，我爱家。嘉丽姐好像打扫阿姨，有一直在帮。就是啊，你一般打扫阿姨不会有这么多埋怨的。意思，他是一个埋怨比较多的打扫。对呀、啊，来，待会再见，来，阿吉师。好多汤汁哦！盖子打开，哦，真的哎，它还原了，它粘住了，它变一只了，它跟自己粘在一起。没有，再让它蒸透一点。那现在哈，这边剩出来的蟹跟虾的汤呢，我放到果汁机里面来。不要连姜一起打吗？还有虾头一起打，对，放姜对不对？对对，一小片而已。现在完了以后呢，麻烦二厨呢放用纱布给我过滤过来。那现在来，这个就是硕果仅存的一个蟹虾汤，怎么变这么少了？浓度很高，我把刚刚这个已经烫过的秋葵了，我取一根啊，取一根出来以后呢，来，嘉丽姐，来包起来。哎，吃这个对胃很好哎。对啊，这肠胃好。对，这边有一点点的姜酒，嗯，先下锅。姜酒的意思是？是这个老姜加米酒，用果汁机打的。好，那么刚刚的这个汤，这个超浓的，哇，好过瘾哦！啊？对，我现在把火给关掉了。这是什么？蟹膏，蟹黄，蟹黄膏。刚才挖了半天，这个是什么？来。来，请出题。哇，挑公蟹的时候了，如果看到它的肚子泛黄，那表示这一只螃蟹 ，A 纵欲过度 ，B 触子之深。我们两个吗？非常好，继续猜。你只要有猜出再换我，你不要猜到你输为止，好不好？啊，剪刀石头布。
Yes， 你为什么慢出？家里请问一下，慢出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我们两个商量一下，我们要 A 还是 B？ 我觉得，我先讲，我觉得是纵欲过度，纵欲过度，对，才会变黄。哦，我刚刚本来兔子之身应该是白白的、啊，不是哦，应该是啊。我本来要讲 B 耶，但是我好像有一点相信你，因为你在这边待久了哦，可能对这个有一点了解。等，我想一下，不对，我知道了，对，应该是兔子之身，是哦，嗯，哎，你不要为我改哦，没有，因为螃蟹本来就是会有那个颜色啊，嗯，如果它纵欲过度，应该是泛黑。更深哦，是哦，对不对？应该变黑 ，OK， 哦，是哦 ，B 兔子之身，好 ，OK， 好不好 ？OK， 听你的，好 ，B，B，B， 啊，其实你的表情怪怪的哦，嗯，恭喜答错了。啊公蟹嘛，嗯，如果是母蟹的话，您的答案就成立了。哦、真的啊、哦，母蟹变黑了。哎呀，我想吃就捆。发现你的姜好明显。对，来闻一下。没有，因为哈，没有酒的味道。没有，我因为刚刚调的浓度特别的高，嗯，所以我用一点点的姜啊去改它的性。如果不改的话，我怕你们过寒。太寒。对，二厨你收盘子，好，我来贴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我来贴，我不止来贴，我还来送客，真的是。哎呦，我真的是 A 搞，很想吃哦。很黏啊，那个黄。清水啊，那么把这个油龙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炒虾，水当中加一点盐巴，稍微小煮一下，20秒钟左右，它就熟了。OK， 好，它就熟了。取它的虾肉是？对，就取虾肉而已，然后留个尾巴啊，留个尾巴啊。待会再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回来了。詹姆斯，那我刚刚已经用麻油煸的这个姜，哦，然后把螃蟹煮进来了。哦哦，拿过打过。但因为我们要用这个汤来煮饭，好，我们来喝汤。来，准备，请出题。如果把螃蟹的眼睛剪掉，那螃蟹就会 A 长出新眼球来 ，B 无法刺激交配。我知道，真的，我超知道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加油，好，你要猜疑，你猜疑，我们就答对了，真的。这一题，这一次我来 Q， 一起同时出，好不好 ？OK， 预备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家里叫爸，老天有眼了，真的是老天有眼。来，答案是 B， 刺激交配。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出过一题，就是好像螃蟹的那个性感带是在眼睛，他们要交配的时候就会一直戳，真的。答案是，好，这边答案是 A， 所以上次。螃蟹的眼球如果被弄瞎，它是会长出来的。可是不是它的性感带吗？它是它的性感带啊，可是它不会戳瞎啊。哎，螃蟹我还交配，啪戳瞎。它就没办法刺激交配啊。来，请说明。来，螃蟹有一对独特的复眼，万一其中一只眼球受损，它还能够长出一只新的眼球来。如果你把它的眼柄剪断，它又能在眼窝里长出一根很有用的触角，弥补缺眼的不足。哦，这是在动物界也是非常罕见的。对，我排名。上次就有讲到，你真的拼命哎！哎呦，姐姐，我听到别提去了啦，佳丽姐。我看，让他们两个撑死。怎么回事哎？有麻油啊？这样。不会的，螃蟹麻油汤。我跟你讲，猜错了哈，我们也可以学习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也可以品香，哎，怎么讲？品汤，品汤，哎，品汤，没有，哎，一以后我们就知道说那个螃蟹哈，那个怎么再长出眼睛，就我们就会懂了嘛，对不对？哎呀。它那个盐巴，它盐巴掉的就跟西瓜沾撒盐是一样的，西瓜变得更甜。哎，现在这个是什么？就是米啊，生米，糯米，对。他说收盘子好脏，不是哦，摸价就收盘子。我让你享受一下那种成就感，这个赞你来贴。真的吗？配乐。好的，来准备走台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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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台步。所以今天的收尾的赞吗？美的，对。收工
淡。刚刚的蟹汤倒进来这边，好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木耳放进来，两杯的糯米跟两杯的蟹汤，1:1啊？没有，2:2.6，哦，1:1.3的意思。一杯米兑1.3的水，哎，所以你这样会长眼球，对不对？你好贱哦！因为刚刚猜题的时候，我说我知道，因为那是性感带，然后猜 B 的时候，你还给我个很肯定的眼神，你好坏呀！我是不是你的肯定眼神觉得对我没有记错？超级。不是啊，我点头的意思是说，我点头意思说你又要出球。你给我一个很肯定的眼神，我以为你在帮我哎。如果看到螃蟹用大螯在敲打地面了，那就表示它。你如果再给我一题都没有答对，我告诉你事情大了。我真的有听过。剪刀石头布，救不了我们了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没拿掉哈，万一。把老人家给噎着了的话就挺麻烦的。哦，是，对，所以我对他挺熟悉的。我也非常熟悉。你答得非常的好啊，有深度，非常有。我点头的意思是说，我点头意思说你又要出球。你给我一个很肯定的眼神，我以为你在帮我哎。这粉哪有可能？太相信他了。这是刚刚打出来的粉。觉得它鲜度都会在这个地方，真的好难过。哇，你加这么多东西，好香哎！那接下来做什么？接下来我们来煮，这个是另外的，我刚刚说的蟹黄，颜色比较红，颜色不一样。因为我准备的这个是人家先取下来，然后是冷冻，不然加鸡蛋嘞，好营养哦。那我让它整个可以扒住饭。整个八度饭，对，两颗哦，对，两颗。所以你等下蟹黄跟饭搭配起来，它也是绵软那种嘛。对，刚好是。待会再回来，阿吉师来。自吃就吃这个。我们今天吃蟹肉配什么？这么多，什么都不配。你们爸那么辛苦给我们吃这么多，怎么好意思？请出题。如果看到螃蟹用大螯在敲打地面了，那就表示它 A。正在和同伴对话 ，B 在吸引异性的交配。来，我再拼一次。你如果再给我一题都没有答对，我告诉你事情大了。我真的有听过。来，你们三姐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救不了我们了。那这两个的说法我都看过，还蛮有道理的。A 来 B， 我 A 你 B 来，剪刀石头布。还是可以的，没有，原来因为两个答案都有可能，我也不选哪一个。来，答案是 A。你看，老天有眼啊！我就觉得开心啊，都有，我本来选 A。来，你说，螃蟹的步行脚上呢有一些小的器官，这些小器官呢，它就位于节与节之间的关节处。对于震动很敏感，等同是螃蟹的耳朵。螃蟹经常它会摩擦螯足，或者是用足敲地，在敲地的时候呢，相互召唤，并且宣告各自的领土要求。对不对？正确答案是 A。俺都假拢无食到，对不对？终于，哎，哦，好香哦！刚蒸了有10分钟哎，会不会太老？不会。因为它够新鲜，因为它是 Q 的，而且它非常甜，不会有腥味，棒吧？很棒，哦，蟹好甜哦，赞！来，阿吉斯赞了，好，来，行，接着来，不错，很棒，终于得到一个赞。我们两个哈一起贴，对，我今天讲哦，咱这摆大料哈，小蛋我无法多大。佳丽姐，我们现在就开始都赢的话，我们也是平手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拿到小锅子。好 ，OK， 3:3的话就都有这样，好，快去平手，加油！好，鸭蟹汤倒进来，那么打一个全蛋在这边。哦，你说要做面皮吗？对，做面皮用的。那这边呢，加极少量的盐巴。好，让它带有一点点鲜甜。那么把这个葱花呢，撒一点点进来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一样我再拌一点点的蟹黄。整个味道是表里一致的啊！哦，我现在做好这个动作以后呢，其实这个面皮本身就已经达到非常好吃的条件了。
锅子要够热是不是？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够热。好，那么用极微温慢慢的把皮给烘熟，加个锅盖，面皮里头的水分产生了一个水蒸气，下面再达到油煎的效果，上面水蒸气衍生上来的水汽呢做蒸的功能，下面煎，上面再蒸，所以你看一打开来哈，整个皮就完成了，整个皮温度很容易上下夹攻，对对对，很容易啊，要翻吗？不用，让它离锅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把剩下的全下了啊，就两张皮。那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的。詹姆斯要组装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淋上来。谢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关起来，它闷。刚才那个量不少，它会熟吗？会，因为我们现在里面还是有温度嘛，在慢慢焖，砂锅有温度，几乎是半生熟的状态下，然后到熟或者是软的状态。所以呢，多子多孙麻油饭已经完成了，完成。最后待会要吃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一盘恭喜恭喜了。好，完成。快，阿基斯组装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极少量的香油呢，把这个葱花呢爆香了以后呢，我们放一点点自来高汤。好，那这个自来高汤呢，就是自来水的意思。那我现在呢，把这个谢谢二厨呢掏出，哦，你看有了，这个你看这个没拿掉哈，万一把老人家给噎着了的话，就挺麻烦的。那块好像你刚提。哦，是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对他挺熟悉的。哎喂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答得非常的好啊，有深度，非常有深度。好一个一推二六九啊，完全跟你无关。哎，那听那个真的还蛮那个的，费功夫啊，是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啊，我们稍微把这个用清水啊，一点点葱花，把蟹肉的甜味煮出来。蟹肉的甜味煮出来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一样，我们就把这个姜酒放进来。你这姜酒还真好用啊。嘿，对对，那么放一点点的盐巴，让它的味道更鲜一点。那姜跟酒的比例是怎么样啊？姜跟酒的比例就是一杯的姜，两杯酒就可以了。一杯姜，两杯酒。那我们可以打成一瓶放在冰箱，没有错，是这个样子，没有错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姜不需要先煸过还是什么的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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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有什么老姜、嫩姜的分别？最好是越老越好。哦。好，我来尝试一下甜度控。这一定很好吃。哎呀，其实讨厌的，都得吃。好，来录音。整个甜度出来了以后啊，甜度出来了以后呢，因为蟹肉的比例很重，我还是倒一点点的油，哦，让它滑顺一下啊，我就不勾芡了。那不勾芡用什么收汁了？把火关掉，用这个收汁啊，用这个收汁，用它的热度呢，刚刚好把蟹黄整个捞进来，我让它成熟度是黏的，好耶，蟹黄。当雄蟹与雌蟹正在交配的时候，如果受到惊吓，他们会 A 草草了事，做完再跑 ；B 暂时躲避，待会儿继续。那难道他还真的暂时躲避，然后待会儿再跑出来再继续？而且暂时躲避就没那个 feel 啦，谁还不想继续？他想害我，他想害我。我的感觉啦，他似乎一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，啪啪就跑掉了。陈哥在说他自己心里。我不用跟你有林姐，你不跑。小肖究竟又说了什么话激怒程程？那不够劲，用什么收汁了？把火关掉。用这个收汁啊，用这个收汁，用它的热度呢，刚刚好把蟹黄整个捞进来，我让它成熟度是黏的。我卖点蟹黄。太过分，要加点水吗？不用了，够了。哇，那就这么一焖的时候，刚刚好一半。哇，半熟了。哎，让它有一点点暧昧了，它就出来了。哎呦，看那酒后啊。阿基斯刚刚在说什么？好，起火了。哦，佳丽姐，你要冷静。来，剥壳。来，把这个虾子剥一下啊。好，麻烦。是。哦。
好，现在这边一张皮。秋葵，哇，不得了喽，耶！好漂亮哦，这样子哈。那么待会儿吃的时候呢，就连皮带秋葵，有红有绿。现场倒数十秒，当然数不好玩，我都没有学到，一直在剥壳。过瘾了，时间到。精彩的红鲟料理，好。我们现在呢是秋蟹肥美的季节，好，赶快来吃吃我们两道五星级的感受。先吃阿基斯这一道游龙海皇细贵妃，准备，请出题。当雄蟹与雌蟹正在交配的时候，如果受到惊吓，他们会 A 草草了事，做完再跑 ；B 暂时躲避，待会儿继续。我来，你们从头猜到尾好了，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嘿嘿，赢了。你记掉吗？A， 认为是 A， 为什么？感觉吧，他受到惊吓，他可能想说草草了事，对对对，快点结束，赶快结束，要不然他难道他还真的暂时躲避，然后待会儿再跑出来再继续吗？而且暂时躲避就没那个 feel 啦，其他怎么想继续？他想害我，他想害我。你说的是人还是？毛 feel 啊！陈生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螃蟹是一个警觉性很高的动物，所以呢，我的感觉啦，他们似乎一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，啪啪就跑掉了。问题他现在是在这两个字你有没有看到？啊、你们两个不要搅和，想害我们。没有，陈哥在说他自己心里啦，我他自己会暂时躲避。哦，是的，会暂时躲避。我又比较扭铃姐，你不跑。很精英哎。B 答案是 B 最。我也是猜二，我也是猜。螃蟹的交配行为呢，通常它是发生在雌蟹洞穴附近的地面上。交配期间呢，如果受到惊吓了，他们会一起跳回这个洞穴。等到外面的环境平静以后，再出来地面上面呢继续交配。正确答案是 B。干嘛？他能吃吗？他是老师啊。是啊，什么都没吃到啊。这样我们不能吃啊。当然了，这饼皮就已经很香鲜了，哇，鲜香香鲜的不得了。哎呦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外表的所有的蟹黄的浓稠感，跟里面的那个秋葵的浓稠，那种滑黏黏黏滑滑的感觉全部结合在一起，好有口感哦！吃下去啊，你除了身体健康，而且我觉得是养颜美容，哎，真的是养颜美容。詹姆斯，整个口感带饼皮在嘴巴里面呢，其实它的口感，就咬的口感有点像 cheese， 好吃，因为它是整个嘴巴里面是散开状，然后有点糊糊的，吃起来口感很舒服，但是它的不是 cheese 味道，就是浓浓的这个蟹的味道，中间还掺杂了一些蟹肉本身的咬劲，是非常迷人。那我觉得很妙的是。螃蟹本来就属于寒凉，那荔枝属于燥热的，所以一般我们在搭配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用姜，用一个水果来搭配，顺便洗嘴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整个清爽的感觉，让你吃完都可以下随便再吃下一个。拍手，谢谢阿姨师，好吃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推一个这样子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大锅得到的，我没机会了。我们能不能得三个锅子靠下一个？听能不能吃到它？我们没机会拿奖。刚才这题如果答对了，我们已经拿三个锅子了。哦，是哦，刚让他们的，哎，该还我们了吧？没有，还了。今天我要是得了，还是要给他，因为上次他给我嘛。哦，真的吗？今天他算是自己拼命要到的，没办法。如果我们拿到三个锅子，分你一个，就这样子。来，准备，下一个。来，多子多孙多怀念啊，不是多油饭，来看一下。螃蟹用第一对蟹螯来逆行，而另外八只脚除了行走之外，还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？A. 分辨食物味道 ，B. 分辨异性味道。另外八只不就用来走路了吗？哎，这一题真的我不会。一定要猜赢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赢了，赢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这一题，我不知道哎，怎么办？我答。我觉得，他。有些特殊的功能，分辨食物应该是 B 吧，对，
因为一般呢、啊、都是用来辨别食物嘛。如果是你是因为这两个字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想到这两个字。可是有时候异性也是一种食物啊。好可怕！他分辨他今天要吃哪一道菜吗？是啊，你刚才是不是我的菜？是这样吗？他不会给你表情的啦。他有时候会哎，你们这两个好会演戏耶，都没有表情，看不懂。不动明王啊，来快点！好 ，A、B、B， 开始。好，这边答案是 A， 是。我就跟你讲，有时候它也是一种食物啊。来，请说明。螃蟹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八只脚嘞都有变味的本领。生物学家将一只螃蟹放在吸墨纸上，纸上滴了几处嘞吸有了吸的肉汁。这只蟹最后的一只脚碰到肉汁，就立刻抓住不放，并开始咬食。真的，哎，第一次有人在这个单元拿到三个锅子嘞，怪我就对了。你们没有了，是因为这个我也不煮饭，所以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懂啊，你知道吗？他。不止两只的蟹黄，他还多加了一碗。对呀，好棒！我们可以螃蟹自己学。怎样？太烫哈？修掉？不是太烫，是感动。他要哭了。因为我爸妈没吃到。哦。要不要包回去？我没有吃过这么咸鲜合一的饭。真的真的好棒哈！你知道黄让我多到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是麻油。麻油蟹黄，我真的好好吃啊！我有错觉，我觉得黄比饭的比例还高哎。对呀对呀，蟹黄比那个他刚淋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夸张了。没有，是红萝卜了，红萝卜的关系。是红萝卜，因为红萝卜的关系。哦，以为是蟹黄是吧？因为红萝卜已经被蒸软了。嗯，很像。它就是个胡萝卜的饭，红萝卜饭，可是非常咸鲜，因为都是蟹黄。嗯，我这个饭完全没吃过，这种麻油饭吃的谁受得了？齿颊留香就是这个滋味，真的是。一个不小心坐月子都不想起来了，太惨了，好夸张啊！阿吉斯，他讲了。之所以陈哥会有错觉，感觉整锅满满的黄啊，嗯，其实今天难能可贵的是，米饭的质感煮的跟黄非常的接近了。对，很接近啊，接近一旦入味了以后产生的效果就是很饱足很丰厚，嗯啊，而且整个螃蟹躯壳的汤汁原味全流露到米饭当中了，所以这边巧的地方是它蟹黄不会过老，然后米饭又不抢蟹黄的这个分量，所以让你整个呈现堆叠的时候嘴巴的感觉是很够的。嗯嗯，长得很好香，好像那个海鲜炖饭，好好吃哦。嗯，这个汤，这个菜，宫廷他会称呼做叫黄袍加身呢。啊，满城尽带金甲。你终于说一句人话。我先贴在你。啊，接的吗？真的没有人看到你的。本节目开播以来，大满贯的画面出现了。你能够得到这个吗？谢谢钟嘉丽，来包姐，我们中间就位。好，来下一条准备。我的天哪！我们得到了至尊无敌最大奖，今天集满了五个赞，六题答对了五题，得到大中小三个高奖。谢谢阿吉斯，谢谢，还有中锅，谢谢，来，好高兴啊！来，谢谢，还有大锅，谢谢。不要跟我分啊！反正拿一个大锅跟两个锅，你自己决定单。我们节目只有你在决定要拿两个还是拿一个。漂亮的锅子哦，漂亮吧？嗯，好漂亮哦。好了，我相信今天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啊，这个时刻呢，完全弥补了被宋家妯娌欺负的感受。完全没，容易记恨的。Q 婚哟 ，Q 婚呐！但是你们今天两位都表现得很好，谢谢。二厨真的是两位当的当之无愧，是吗？是最敬业的两位二厨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两位主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小好看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宝叔，全家好，祝大家天天都幸福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八分钟两道菜，宋少卿、戴志华首开没做完的记录，而阿吉斯则是第一次不敢吃来宾的料理。平民平粉了，平民平粉了。
我需要猪骨汤来做那个啊，把刀在盘上面弄散了。没有东西啊，这一道菜都没吃。时间到。其实原本的冬菜跟蒜苗这么重要啊？很重要，因为台湾味，胆子要大，心要细，用撩的。而且这等一下下锅很好下。今天连这个示范阿基师都错。为什么？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奇鱼米粉汤。错，奇鱼米粉送好，只有我们做对了。